公司实现了这个甲醇水化，较传统的煤化工呢降低70%，然后我们二氧化碳、二氧化硫和废渣的排放，较传统的煤化工要降低60.38%、59%和61%。我们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，切实践行了绿色低碳的新发展理念。通过操作蓝绿的我们包碳注册试验站，卸了我们这个8具二氧化碳储罐，再通过我们注入设备呢，然后注入到地层中。相比水区，我们可以实现提高采收率15.1%。截止目前，凑美1期和2期累计上网电量已超过2亿1400万千瓦时。1期和2期全用量并网发电后，风电场年累计发电量将超过2亿千瓦时，可以满足周边近14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，相当于节约标准煤6万吨，减少排放二氧化碳16万吨。